Adam Low 入行以嚟都只系日以继夜忙住拍戏，但原来佢嘅嗜好系唱歌啊！几个月前 ，Adam Low 就获邀流行经典五十年嘅《我不是歌手》环节，当晚献唱英文歌嘅佢，歌艺技惊四座，令人赞叹啊！而喺卡拉 OK 饰演佢仔仔发迹嘅郑敬基，为咗替佢圆梦，就拼命为佢揾主办单位啦。八月即将举行佢人生第一次嘅栋笃笑，为咗栋笃笑呢个 BB， 从来唔做运动嘅佢竟然默默锻炼身体啊！日前大约四点钟左右啦，空周可就喺佐敦上海街一间岩盘浴瑜伽中心见 Madam Low 做器械锻炼，一到步佢就即刻换衫做热身啊，仲请咗私人教练同佢集中狂操胸肌啊，真系有心有力啊！